我刚才以为是夫妻两个人，夫妻两个人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说起杨迪，大家都不陌生吧？毕竟杨迪真的是一个很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人。不少网友表示，有杨迪的地方就有快乐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杨迪的妈妈因为哪吒的读音成功出圈，让不少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可爱的阿姨。特别是看到杨迪和他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总是会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。在一次杨迪带妈妈去参加黄渤和宋祖儿常驻的一个综艺时候，杨迪和他妈妈坐在桌边等菜，这时候服务员阿姨就把他们两人误认为是夫妻。看到杨迪接下来的反应，给我笑一年。杨迪当场就惊呆了，问阿姨，我有那么老吗？阿姨解释道，是因为他妈妈太年轻了。此时的杨妈妈更是乐得合不拢嘴，不得不说杨迪妈妈保养的真的特别好，一点都看不出年纪，被人认错也是情理之中了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喜欢杨迪吗？欢迎留言评论